Hello， 同学，欢迎收看凯爷数学。再来这一题，我们就快点解决它，因为它是最简单的了哈。两位数的正整数总共有 a 个，那这两位数的正整数中刚好是11的倍数是有 b 个，则 a 分之 b 多少？好，我们来先来看第一个部分，叫做两位数的正整数多少？我是不是从10就是两位数了？11、12，一直到多少？99嘛。好，所以10到99这样有几个两位数？ 99 减 10， 然后再怎样加 1， OK， 所以有90个。好，所以我知道我的 A 部分就叫做90。来第二个部分，那我有几个是11的倍数？啊，11的倍数当然两位数的部分就11 22 33，对不对？一直下去一直到多少？99啊，好啊，这样有几个？9个嘛，所以这个就叫做 B， 所以我们的答案叫做 A 分之 B， 90分之 9， 所以答案就叫做10分之1。好，很简单的一题齁，我们这一题的答案叫做 B。